来，你为什么要拿我的衣服啊，叔叔？你叫什么？叔叔。你咱俩这岁数差不多，你凭啥叫我叔叔？没看出来我是小孩吗？啊，你是小孩，你是小孩啊。嗯，那样，我告诉你我叫什么名啊。然后那个你家人来问你，你就说这个人拿走就行了啊。嗯，我告诉你，我叫逗你玩儿，你叫我。不，你那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呀？逗你玩儿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逗你玩儿。好嘞。叔叔，对不起，我以为你逗我玩呢。逗你玩儿、啊，哇，这个挨揍的名儿啊，逗你玩儿。哎呦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就关心这熊孩子什么时候上来，赶紧给我弄上来。这熊孩子还真来了，我跟你说，来，我们有请可爱的熊孩子。谢谢。站住！不站住！你站住！你干嘛？你站住！站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哭吧哭吧哭吧！谭明龙，来，我让你看一下，妹妹来。我觉得大潘，我送你一句话哈，人呢，之所以贵，要贵在有自知之明啊。谢谢你哈，用自取其辱的方式给我们带来了欢笑哈。来，掌声再给送给二位，谢谢。谢谢。